养八哥犬最忌讳什么？八哥犬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狗狗之一，从古至今一直深受人们喜爱，养八哥犬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但是新手铲屎官上路难免遇到许多困扰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养八哥犬不可犯的禁忌。一、盲目洗澡。到了夏天，主人为了保持八哥犬的干净，会频繁地给八哥犬洗澡，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频繁的洗澡会破坏八哥犬皮肤的保护层，更大几率感染上皮肤病。二、不做运动。八哥犬虽然是小型犬，每天所需的运动量不大，但是要保证一定的运动量，长期不运动会造成体重超标，身体素质低下。三、盲目喂食。八哥犬比较贪吃，哪怕是吃饱的状态，主人给什么依然会接受，所以要控制八哥犬的食量，以免过度肥胖。四、营养均衡。只喂食肉或者给予大量零食都是不可以的，这样只会养成八哥犬挑食的坏习惯，还是要多种营养全面摄入，保证营养均衡。